上一个这样跟我讲话的女生，她都帮我生两个小孩了。<笑>
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，这个小游戏叫做背后画画。因为私底下哈，我跟风小姐那个聊天的时候，她说她的背很敏感。既然很敏感，我们就要测试一下她到底有多敏感。那这个游戏规则就是，我会在她的背上画画，我画什么她就画什么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我画出来的东西跟她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，是有没有一样了哈。那我现在就要开始了哈。 OK OK 好，那我来画第一个哈。好，第二笔哦。第二笔哦。来，第三笔哦。哎。第四笔哦。我一个，第四笔，好，第四笔哈。
来第五笔，鸡。好，哦，摸着它的背好舒服啊。第六笔，哎，接下来我要画最后一笔喽。没有跟我。好，我已经画完了。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これは何これ？主題者が悪いよ。悪いよね、多分。这是一只兔子。成功。耶。哇。来。我都強めで。上一个这样跟我讲话的女生，她都帮我生两个小孩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第二题哈。好，我要来画第一笔哈。哎，那你，好了，好，那我接下来画第二笔喽。我一回嘛。来，第一笔哈。来，我来画第二笔喽。你好，接下来我要画第三笔了。这个应该是猜不出来，因为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。来，第四笔哦。第五笔。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。好，那最后一笔哈。ラスト。我看了。好了，我已经画完了，好，那我先拿下来。哦，摸着他的背，我好开心哦。好。我看了。对，好。这个他完全不知道我在画什么，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。出题者真的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了哈。对，这个画的是我的家，一个家哈，一个房屋啦哈。对吗？耶。耶，嗨嗨嗨！天哪，你不应该写给他看。虽然说你画已经很糟糕了。对对，这个完全是出题者的问题了哈。好，现在来画第三个题目哈。这个题目据说错了会有惩罚，所以我一定要很快心眼的画出来，让他猜不出来的东西哈。来，第一笔哈。好，然后第二笔哈。耶。第三笔哦，第四笔，四吗？来第五笔哦，我看来，第六笔，好，来第七笔哈，没有，对，然后最后一笔哈。想像でいきます。猫かな？なんでしょう？猫。かくま、待って、猫。好，那我要宣布答案喽。猫呀，日本呀，猫かな？三、二、一。猫。猫。猫。哎，那是卡美，卡美難しいな。因为这个还是出题者实在太坏了啦，哈，所以，对，所以算是挑战失败了哈。所以我们的处罚就是要请开队上号，在镜头前摆出很多很可爱的小姿势，给大家开心一下。